我的孩子，听说今天那里住进了一个逃兵患者，我们看直到医生是谁。健健康康的我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原因。但尤其死亡诊断书绝对不能因为外来的压力将事实改变。说是殴打造成死亡，也考虑过这将成为多敏感的案子，安静，简单的处理掉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浪漫医生金师傅》。